就是现在的执政党，也应该跟台湾人民和解。我想，这不是一种政治权谋的考虑，这是一个大爱，也是一个希望。因为两岸和解，我们的民生福祉的建设具有很大的社会条件、财政条件来进行。我们的大爱是民生福祉的关爱，我们的希望是两岸和平、两岸共同繁荣的希望。我们超越我们个人受难者自己的切身，我们关怀台湾社会，关怀我们的子孙。所以在这里恳切的希望台湾社会还是要由现在的国民党政府拿出诚意跟台湾人民和解。这是作为政治受难人代表的一个衷心的希望，相信也是台湾大多数同胞的希望。当然象征性的补偿基金会这样的一个机制要怎么延续下来，如果我们都把解严作为一个纪念日，那么我个人一个看法，戒严跟解严对台湾来讲都是历史性的大事，值得纪念。所以在补偿基金会即将结束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可以提出一个意见，台湾需要民主转型，那么民主转型解严纪念基金会是不是可以作为台湾社会往后发展一个新的里程碑？这是我今天在这样的场合把我们受难的心声向社会各界报告，特别是跟我们的大家长马总统报告。谢谢各位，掌欢迎马总统。财团法人戒严时期不当叛乱暨匪谍案件补偿基金会蔡董事长、王董事，他也是受难者的家属，吴董事是受难者的本人，各位白色恐怖受难者与家属，总统府赖副秘书长，还有我们芙蓉园会长，各位来宾，各位媒体的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这是本人担任总统之后第三次参加基金会在7月15号台湾解严之日所举办的相关纪念活动。我们纪念在1950年代好几千因为白色恐怖而受难者，以及他们跟着一起受苦的家属，向他们表达由衷的歉意跟关怀。在世界这种非政府组织对于台湾自由跟人权的评价当中，也都是跟许多先进国家并驾齐驱。但是我们千万不要以为我们不去注意人权的保障它会自然的存在，权力不是天上掉下来的，必须要我们时时刻刻记得去维护，才能够让这个保障成为我们生活的一部分。所以今天我一方面
参加这个追思会，跟在场许多的先进受难者的家属一起来纪念台湾解严这个重要的里程碑，同时呢也再一次的会关心在场各位的家属。刚才不管是蔡董事长或者是我们的代表所提出来的高见，对于基金会未来的发展以及补偿案件立刻要到期所产生的问题，我最近都有跟我们行政院吴院长交代，要他很快的能够提出一个解决的方案，让我们把这一项恢复名誉跟补偿受难者与家属的工作能够彻底的做好，不要为德不足。总而言之，历史的遗憾已经造成，我们后人能做的是减少它的伤害，并且要预防类似事件再发生的可能。这一点我身为中华民国总统一定会尽我最大的力量保证它一定达到。我们已经在这条路上走下去，会越来越好，我有充分的信心。我在这个地方再次的向大家保证，打造一个自由、民主、人权、法治的社会是我一向的目标，我不会有一刻的松懈。我想呢，过去没有这些政治受难者，在各位贵宾就定位之后，我们就要进行我们的献灯烛仪式。当然，今天大家是怀着一个非常庄严肃穆的心来参加今天的纪念追思仪式及音乐会。那么就在刚刚我们完成了默哀仪式之后，紧接着要进行，您看到我们的贵宾都已经步行到了水池旁，要来进行的就是我们今天晚间的献灯烛仪式。好，我想我们的贵宾已经就定位了，请献灯烛。好，请各位贵宾把我们的灯烛缓缓地放在我们的这个舞台上，象征我们对先人的怀念与感恩。好，同时您看到现场的这个和平之歌也点亮了，当然就象征着化爱为希望，迈向和平的道路之光。